啊，德里莎修女为什么不能上佛果？你说贝多芬，你说爱因斯坦，你说荣格，你说阿德勒，你说法拉利，那为什么他们不讲慧眼大师，不讲六祖？为什么？他们就是行善，行善他就是还有一个我，可是我们就是要没有我，没有法这样子，他们只着重在行善，在帮助，所以他们福报很大，福报很大哈。对。就在行善呢，帮助别人。我们都有学习哈，福报哈，我们在讲的福报哈，就佛说的福德因缘嘛哈。就是行善，然后呢，是福报，但是呢，在意识里面呢，没有什么目标，就是完全是在行善的。很清楚。来，下一个法师，来，下一个法师，下一个法师，就顺时钟啊。我觉得是过于摆正，真的有道理。他们也认为是明摆真理哦，哈。好，来，层次不同嘛，哈。就是因为我写过这个概念，然后还有跟插班说。还有后面什么？持戒。哦，持戒嘛，好好。对。那应该行善要自己修行吧，不是大家都是，可能他意识当中没有要去找阿爸阿父。他们有阿爸父哎、欸哦，他们有有他们有阿爸父有，他们也是阿爸父，哎，他们有天赋，对，就天赋嘛，哎，就是说，对他都是行善，但是他们的认为的真理啦，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真理就是说，哦，或许你们我们过去之后，我们在他方佛，对不对？像贾博士啦、比尔盖茨，他们是他方佛啊，所以云端可以做得那么好，像这个都是他们做的，所以他们也尽心尽力，但是他们还不知道有个叫解脱。这是我们现在说的，这个是由世尊告诉我们的哦，是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我们告诉我们的，我们听得到才知道有阿弥陀佛，有没有？他能够跳脱十法界的哦。那本师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没有哦，我在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哦，有没有？你看那个非常非非常出天的，他已经够多了吧？八万多劫，你还会一劫还？你假如说十念念到还是会掉下来，他不是用了两个例子吗？一个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有没有？是不是他为他母亲倒立天去讲法，他是从非常非非常出天下来嘛，入定嘛，对不对？那魁基法师，有的人说，哎，说他在北俱里说，因为魁基法师坐在那边等着玄奘大师几千里，那我们现在终于知道了，从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是算得出来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真的有阿弥陀佛的佛果了，他们不知道有一个处处解脱了，对，所以就是没有这个种子，说破了就是没有这个种子。哎，所以我们今天回答他，就是他都一直行善不得，所以他这一次你看他也很多的他的千百亿下来啦，我们要告诉他有，我们这次就是最后这一次要处处解脱，叫做波罗提木叉嘛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所以呢你看不同点就是说我们行善不得，可是我们还有我在行善不得啊，到后来是没有嘛，对不对？本来无一物嘛，我们拥有这些钱都是不是赚来的哦，是布施来的哦，是不是？是布施来的，那你的健康长寿是你真正的去做法无畏施来的嘛，对不对？你看有哪一个说他这么认真在布施付出，他的脚就很有力哦。那我看有一些人就出钱，他就躺在家里，脚也不动，说要减肥也不动，哪叫减肥？因为那叫什么？纸上谈兵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终于了解，就是说德里莎修女积极。甚至呢他无私的他已经呢舍掉自己了去奉献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是不是福报大？他下一次来一定都是可以做人民的很多很多的，一定是带头的领导者。可是不管你是几节，
13亿4400万年，时间点一解哦，时间点到八万解到，我们还是要轮回，好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下次来的话，你是不是还是清楚，还是格式米不知道？好，所以我才说你们要把握回家的意思是这样子。好，这样子我们理解的话呢，我们也就将今日呢，我们所明白的要回向给所有的在这个他方国里面的，他方国里面他们有的要40劫，有的大概30劫，好像那个尊者被莲花尊者他们是40劫嘛，对不对？那阿弥陀经它是照在永劫，照在永劫，对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回家，这是导师告诉我们的。导师是正语者、实语者、不语者，他虽然是2568年，可是他累世在梵王经里面他是来这里印证，是用8000多次来印证的哦。所以当初他们说那他跟露西有什么不一样，因为露西不知道还有一个真正的清净解脱的地方，这样子。他因为阿弥陀经是一个阿弥陀佛是一个化成品而已，他还要转换呢，还要转换。所以我们就是不断的来回在人间七次，一直付出付出付出。所以我才跟你说为什么你们一定要在人间去付出，去争取什么真正的果位，就是那个伟和啦。所以佛说的我们要处处解脱，就是处处在每个当下小小的垃圾我们就帮他去做一个最好的转黄金，千万不要这样子让他而过，有没有？像阿难跟这个世尊还有舍利佛，为什么那个城东老母看到他就一直转头，有没有？世尊啊去跟他说法他转头，阿难去跟他讲，他是不是是舍利佛、阿难他们这两个公案当中他们两个名字呈现下来的不同时代，是不是他是一颗他是一只老鼠，是不是？有的人会觉得哦好臭啊，就走过去了。那像你们是不是弄来改呀呢，轻轻的突突突突放到旁边，念完佛归完依，就这样子。好，所以这是他们的福德因缘。但是他是不是还要来当人，是不是？后来他就当为城东老母喽。哦，所以你看这个苏东坡嘛，前面前世的五祖嘛，但是五祖有很多个，你要先清楚。像我们的净土六祖永明禅师，我们的六祖坛经六祖，我们是不是不能搞错？好，就是什么？这就读书的好处了，所以叫经历论戒定慧。我们累世要读书啊，所以我们将今日所有的功德回向给他方国，其中我们包括德里萨阿修尼，以及一直来在阿巴父的国度里面尽心尽力者，我们将所有的功德哈回向。我们同声开口，来回向。我们感恩哦，我们因为透过这个台湾主、阿美主、布隆主。3藏12部经典落实在日常生活中，临终的时候透过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蒙佛加持早跟西方人普及回向记，愿以此功德彰显佛净土，上报是众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，愿消三藏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，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九品莲花为父母，花开见佛悟无生，不退菩萨为伴侣。阿弥陀佛，我们祈祷世界和平，和平在人心，和平只有人才能够去圆满出来的，也期盼的所有的欲界色界无色界的所有的天人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也就是因为我们的同愿共愿共显，我们同样的一个目标，就是呢处处解脱，处处圆满。感恩阿弥陀佛。